美丽的一天 ，A beautiful day。叔叔哦，美丽的一天有什么？有一颗太阳，太阳在对你微笑呢，还有两颗太阳花。哦，这太阳花上面有毛毛虫呢。还有瓢虫。要不要翻叔叔？你自己翻叔叔好不好？来，手手。翻叔叔，哎，妈咪教你怎么翻叔叔。翻叔叔第一件是什么？早上起床啊，小鸟会啾啾叫。小鸟在干嘛？叫你起床，对不对？Ava 起床了，不要偷懒咯。人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 Ava 有奶喝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摸摸这个翅膀，小鸟翅膀啊，哦。小鸟翅膀，小鸟怎么飞的？小鸟怎么飞？来，这样飞呀飞飞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几只鸟鸟？有几只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三只小鸟在飞呢，在叫 Ava 起床啊！不要再偷懒啦，起床啦！哦，来，我们要不要看第二页？哦，来看第二页好不好？第二页是什么？第二页是什么？两朵太阳花呢？还有好多只蝴蝶哦。哦 ，Ava， 你不是最喜欢蝴蝶的吗？你是最喜欢蝴蝶啦。那我摸摸蝴蝶好不好？这么开心啊！摸摸蝴蝶。蝴蝶呢？蝴蝶呢？蝴蝶长什么样子？你看蝴蝶会飞哦。哎 ，Ava， 蝴蝶停在你的鼻子上面，鼻鼻，哦，停在你鼻鼻上面。蝴蝶在干嘛？蝴蝶在采花蜜，在工作啊，采花蜜工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它在采花蜜哦。你看还有叶叶，来，哇，这叶叶怎么有声音？哦。我们很好奇，叶叶为什么有声音？我们手手来摸一下叶叶好不好？哦，叶叶有声音啊！你要吃叶叶啊？你要吃叶叶是不是？叶叶有声音呢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温柔一点，不然花花会很痛哦。花花会痛痛呢？有声音对不对？叶叶有声音啊，这是叶子啊。你弄那么大力，等下花花会痛痛的。你要吃叶叶啊？你想吃叶叶啊？你看叶叶下面有什么？叶叶下面有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只顾着要吃叶子的，好了，让你出，来挡住镜头。好嗨呀，你看，叶叶啊，还要玩叶叶吗？你看，妈咪给你看叶叶下面藏什么东西。你看叶叶下面藏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螳螂，应该是螳螂吧？螳螂躲在叶叶里面呢。你看螳螂是绿色的，叶叶也是绿色的。哇，挡住跨步啊，看不见啊。来，这边什么？太阳出来喽！你看太阳在对你笑眯眯哦。还有云云，你看还有彩虹。Ava，你知道彩虹怎么来的吗？彩虹就是太阳出来了，云上面有雨啊，会飘一点雨啊，雨跟太阳结合做光的反射，就出现彩虹了呢。我们好厉害哦！你们摸摸云云，你们很舒服，想睡觉？好舒服哦！哦，想睡觉啊？想要躺在云上面吗？你要自己翻叔叔啊？你要看猫咪吗？看猫咪吗？
哦，猫咪呢？哎呀，太阳出来了，暖和了，猫咪想睡觉了。这个猫咪在吃鱼呢，你看，猫咪叮叮叮，喵喵叫，叮叮叮。你有没有跟我们家猫咪一样懒散、偷懒，只知道吃饭跟睡觉？只是要吃饭跟睡觉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家猫咪一样偷懒呢、啊。嗯，哎，你手挥挥，你看有没有铃铃铃，铃铃铃，哦，铃铃铃，哦，铃铃铃呢？嗯，嗯，你喜欢猫咪这一页啊？嗯。这一番叔叔，你这一番叔叔，有没有听到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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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？小猫在，小猫的铃铛在叮叮叮叮叮叮。嗯。哦，干嘛？你要讲什么？这么开心？你看小猫在睡觉啦。你要说干嘛？睡觉，起床，起床陪我是不是？起来啦 ，Don't sleep, mama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狗狗呢，它在玩皮球啊！皮球，皮球是长这样子哦。哦，什么？摸摸皮球，摸摸皮球。嗯，狗狗，你看那只狗狗在干嘛？在护，它在护着自己的骨头，对不对？哦 ，Ava 要来吃我骨头，我也不给，不给你骨头，你不要吃我的骨头哦，对不对？就是，嗯，还要看吗？还要看吗？嗯，哦，想睡觉啦。你，我们看完一本书书了呢，有没有好厉害？来，帮自己爱的鼓励拍拍手一下。